放弃啊。分享一下今天的哈城市经营，这是他们城市课程之后，他们如果听到他们彼此的讨论，事实上他们在教导城市过程当中，他们发现事实上孩子好像对电脑事实上感觉上是蛮有天分的。安利是这样子的哈，对不对？安利天才，超有天分，超有天分的。至少比那个来圆梦园的邢小六厉害哦。好，在他们认为里面，这些孩子根本就是天才。可是他们想到一件事情，孩子这些孩子他们可能没有电脑可以用，他们既然脱口说一句话，我们可以帮他组一台感器过来给他们，然后我们写的课程他就可以用了。那我们就让他们三个上自己上来分享，好来。怎么打爆了？安利，安利，对，这要你讲，那就先来。教他们开始，对，从教他们的发泄开始进去嘛，然后就先分配嘛，然后因为我就负责前面那两个，然后刘浩成就负责右后方，然后林杰仁是左后方，然后呢就到一半的时候啊，然后呢我先去顾第五桌的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然后他们两个跟我说，哎，我们是最后两个天才，然后我就过去看，然后就发现。哇，哎、欸，他们能力好像真的比以前那个小六还要强。然后他们大概几岁？他们问过一个是，也不用问过，说一个小时一个小，一个小时一个小，一个小时一个小，大概小时那左右的年纪，然后就发现他们厉害嘛，然后之后我们就离开之后，那我们想去吃饭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三个就走在后面，然后呢，然后老师又跟我说他，然后我就跟老师说。那时候有两个天才，然后呢，他说，哦，只不过他们可能缺乏一些物质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脱口而出，那我们干脆组一台电脑送给他们。没有，因为今天早上人家有人在分享，抓那个就小。那个，你妈补充一下。你们来讲。现在补充。来上来补充一下。不是把事情经过讲。哦。你可以再讲。你讲你的感想，你负责讲感想，我负责讲经过。那也。然后我就没有事做。刘浩成是总结。总结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是因为今天的，你要先补述刚才电脑的。没有啊，我因为就是他讲那句话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可能今天早上有个学长说他会装电脑。哦，有个学长分享他会装电脑，因为这样他会想到这个。然后就因为我们那边有两个天才，我们真的做超快，然后我就叫其中就是有个女生，然后她我就叫她说你去，如果你自己做完，你就可以去教，就是你隔壁那个女生，然后她就是妈妈做，然后我就是因为她后来就跑去顾第五桌，所以变成说我们两个一人三个，然后变成我一个要顾三个，然后我就后来叫那个天才去顾那个女生，然后我就变成我就帮那个男的，我就扶那个男的，然后那个。天才就帮那个女又还是就变成就是帮弄好这样，所以变成说他其实不止自己会做，也可以教别人了，对不对？学习能力非常的快，也很有天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你们的发现，哇，真是太棒了！然后不是我们想要这些，就是算比较偏向那个，就是而且还年纪比较小，然后居然就是能力比我们那个台中都市的那个。小六生啊，他更强，有感觉到他们的天赋。对，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发现嘞，你们有一定的敏锐度，你们才可以感觉到，就是因为你们自己带过不一样的小朋友嘛，小六的，所以变成说这次的孩子，你就有发现他们的不一样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刘浩成他有带一个就是小朋友，然后他就是另外一个天才，然后他刚刚那台电脑那个键盘坏掉，哦，键盘坏掉，然后他就好像后来他就直接用那个，因为他那台是刚好可以触控，然后用那个软件。然后他也是自己用软件盘一个一个去，然后完成它哦。对，哇，那这个要让那个浩成，要让浩成来分享一下。键盘坏掉，为什么变这样？好，那你接着分享。
就是等我们要做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，这个键盘怎么不能用？然后我们就走过去看的时候，哎，这个键盘动不了。然后他就说，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做？然后就因为那电脑还蛮新的，然后下面有个工具链，那边有个键盘，所以他就说，那我就跟他说，那你就用这个键盘代替你们手可以打的键盘。然后就很辛苦了，就每次有关到数字，不然就设置变数的话，都要去那个键盘一个一个字按出来。然后他每次，而且他每次还做的比别人快，所以我们就说他特别有能力。我没有注意看，这是你的发现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太棒了。那我们待会就是在麻烦，就是我们可能会去了解一下是哪几位小朋友，然后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安仁的老师们，然后我们多提供他们这样子，我们今天的发现，让老师能够有机会的话，就来栽培这些孩子，让他们就是能够往这个方面，如果他们这种兴趣的话，往这方面发展是一个很棒。好，谢谢。那继续分享你今天的心情，好了，因为刚才这是一个小故事的补充，好吧？你今天分。